那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左手边看到，就是我们的这个南武当山了。我们的南武当山呢，是典型的丹霞地貌。我们景区的大门呢，也是以我们这个南武当山为背景的。大家进去之后呢，也可以打打卡、拍拍照。李成志，俺的老邱工作，还有俺那个凯哥，马上就准备去那个武当山能够理疗哈。哎，对，马上就上山了哈。大哥上山，老太累。累了。然后就是开始连接。是，这个上来一点，帅的。好，对，就挺帅的，帅的。嗯。这是一个家。哦。这是家。两红老公的呢？啊。黄沙，黄沙，你在写黄干？哦，那还有厕所。非常干，手机，餐桌，东西还真齐全。还可以，来噻。哎，在酒店上面。哦，那还在阳台。样子是江西赣州的龙南，现在是南武当山，真的好漂亮哦！俺的好是坐个观光车，老娘娘理一下，真的是非常的漂亮。
今后大家有机会了，一定要让那个龙男给南红岛山楼里一下看一下。